反正就挺离谱的，我说实话。我拿一个这个 ECU 看一下行不行，看一下它能比它快还是比它慢啊。反正我是觉得太强了，因为在我的想法里面啊，一个车它有一方面贼他妈强，破坏平衡，那它就要从另外的方面去补回来。这个车它给你一个起步他妈直接杀出去领先别人一两秒钟的一个技能，那它计时应该很弱才对，这样才平衡。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是它计时其实并不弱，或者说它的不是很强的那些图，它也不会慢其他机甲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看到了吗？他这个 ECU 有多少的距离？看到了吗，兄弟们？看到他这个 ECU 了吗？这玩毛啊，这他妈开个 A 车我玩个屁啊，妈起步人都没了，这你他妈说是挂我都信你，我不知道这机甲。追上了，然后呢，他ECU有加速。就是起步那一下太逆天了，你知道吧？这 ECU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妈搞得太夸张了。这 ECU 起步那一下太逆天了，知道吧？起步那一下我刚刚已经给你们展现了，这妈普通的起步跟这个 ECU 起步妈差多远。